到台东泡茶邯郸爷老的展开，邯郸爷是啊拢烫白提包红头巾，身躯呢佫下着规罐的泡啊，要互人赞，代表着要赶走瘟神。而台东市长张国章嘛表示讲，武汉肺炎就那亲像是瘟神共款，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赶瘟神的仪式，会当将这种肺炎来赶走。而这嘛是台东市元宵节开的活动的头一个节目。穿红色短裤、烫白头、包红色的头巾，手会提青阿机。邯郸爷就安尼徛伫桥顶的，四面拢有炮啊，但伫邯郸爷身躯顶，就是为着要甲歹运刮走。是很烧很热，就是讲啊，特别想要看的吗？没有，就保佑家人身体健康。民间传讲，邯郸爷代表瘟神，放炮啊甲刮走，会当有好运。二月初一头一场活动，就过来邯郸爷轮流去哩放炮啊棒，真侪民众拢挂嘴暗去占位，唔呐要看放邯郸，佮有八道飞舞、顶头射箭这些精彩表演。我们的武汉肺炎就好比那个瘟神一样哈。所以说这种疫情借助泡茶寒冬，可以把它驱赶走。台东市公所专工把这回武汉肺炎代表作瘟神，希望会当把疫情放走。刷落来卖有超过20场放寒冬的活动，和这个台东特别的传统，为当地元宵节的活动拍头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